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鸿海的郭台铭。今天我为什么会站在大鸿公司100周年的这个庆祝的演唱会现场呢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要我敬佩的对象、佩服的公司，我就要向他们学习。所以说呢，林郭文彦董事长还有林蔚山董事长就是我本人学习的对象。这样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从明天欢度大鸿100岁生日开始，正式宣布大鸿公司并购鸿海。刚刚有掌声鼓励的，待会散场之后拿鸿海股票涨。